你这里面你看到现场谁你是最激动的？当然是我的萨明灯老师。还我萨萨。奶修不行，不能还给你。不还。你为难吗？你左右为难吗？啊，是左左右吧，那前男友。左左右。你为难吗？我们三个还有我呢，萨老师，我是你的粉丝。你是怎么能够在一个节目里欠了这么多感情债，突然成为了团宠？你这么理解团宠吗？就是现在我们加油团的就这半边吧，你的粉丝，前女友，学妹，学妹，学妹，你再说两次我就相信了，前女友，前女友的。然后双北，挥洒，挥洒，我习近平，我怎么想？挥洒，挥洒自如，听起来很飒的感觉哈。现在只能留一个，我跟他俩就没有任何关系是吧？我跟那俩，你还想我们所有人走？只留一个陪你是吧？就我们这半壁江山，现在只留一个陪你，你选谁？为什么？谁能帮我们一块儿把这七盏灯点亮，我就选谁。那你觉得是谁呢？他什么都知道。我们走，生气。萨老师怎么办？萨老师怎么办？不走了。没有，萨萨不留我也算了，丁辉也不留我们。回来，导演会留他们的。丁辉还沉浸在嘿选我，丁辉开心的被选了。对。